到鸡叫了吗？嘎嘎嘎的。这啊，眼睛都不能眨一下，放着飘。真的不能眨。快回我哥哥。晚上出摊烤鱼，凌晨的。浪来了，兄弟们。这该死的浪啊！这该死的浪，浪来了，看不清了，眼睛都花了。上货啦！哟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天哪，这么大一条，绝了！今晚真的美滋滋，兄弟们。我的妈呀！屠龙兄，看。哎呀，干锅黄了丁，这鱼好吧？面儿，这鱼可以寄吗？像假的，这鱼真的，你看身上通黄通亮的，兄弟们，就你看它这个颜色，我天，就很舒服。别说吃了，有的是那种黑色的，什么牛都会钓鱼了，是吧？给他们看看鱼货，吓死他们。别咬我噻！我把你钩取出来，你太深了，插不进去。这个好吃吧？没有鱼刺，好吃好吃，下不来怎么办？妞妞，看看抹美音的怎么钓鱼吧。没下载，看不来水。好了。蚯蚓不够，省着点用啊，所以都不能换蚯蚓。还有八条，大哥们，还有八条，一飞机三条啊！小妹，欢迎随时下单，要不完今晚睡帐篷啊，大哥们，要不完今晚睡帐篷，在外面露营呢。上货啦！我丢，哇，杆打歪了！我天哪！你押用的是红虫，你猜呀，面儿，我押用了啥？哇，你们猜这是啥？哇，这不得了！给我来吧，起来吧你！我天，这怎么这么多这个呀？这个发财了，哥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押用了红虫，我没有用红虫，我用了蚯蚓，蚯蚓容易上这个鱼。如果有饵料的话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鱼。没有棍子，我只能用手。真多啊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哎呦，怎么割到我的手了，疼死我了！好疼呀、啊！出血了吧？面儿，当当当，用手捅啊！
太残暴了。那罐子桶、手桶都差不多，没有取水器，他把我勾了。就这样，兄弟们，没有饵料，只能这样子钓了。哥哥，我的蚯蚓不知道怎么都跑光了，那就这点钓吧，好吧。我们这边鸡真多呀，你听到声音了吗？嘎嘎嘎的声音。好啦，七条，真不远，疼得很。知道了面儿，但是真的疼，真勾到了，刚搓到我手肉里面。面儿你也知道啊，我知道了，面儿哥。还有几条啊？七条对吧？哥哥们，你们可以加单了，赤水牛就剩七条了。大哥们，上货了！我天哪，哥哥，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今晚要给他发工资啊，在下面挂鱼。我不会游泳啊。哥哥哥哥，谁在下面挂鱼啊？挂的真精彩。好，看这个多漂亮，看阳光下照的非常的美丽，它的身体就是那种颜色金黄透亮的，看着我跟黄金一样的，兄弟们必发财，你们见啊。看到这个鱼，我天，你看蚯蚓真的都烂掉了，没办法，东西只能这样循环利用了。我都是，但凡蚯蚓多点，我就换蚯蚓。水里的哥哥们讲，谁他妈在水里挂鱼？哦，哦，鱼都真的，鱼有多疼？水牛你有多疼，鱼就有多疼，你懂？哎呦，我甩够到自己手上去了。甩的时候勾到自己了，挂到手。我挨走，没事没事。兄弟们，我们继续加油努力干，大哥们，冲啊！上货，女的不行了，男的直接尿尿被炸了。你真优吗？30秒一条，上货。有浪，有浪啊！那个眼睛都看花了，都不好看，兄弟们，都看不清，就是眼睛都花了，你不知道飘动没动。就是你盯着看，这鱼不是有毒吗？是的，如果这个鱼搓到了，有的是这样子的，这个鱼确实有毒。就是说，曾经有一个人，他被这个鱼搓到了，就是一个鱼刺搓到了，然后呢？他当时没在意，后来过了几天手都烂了，然后直接那个手就没用了，剁掉了，切掉了。确实要有注意。哥表，这么好的自然，这小地龙不应该暴龙啊。哥表，我就想在河河沟沟里臭水沟里面下下地龙，这塘里下地龙取了大家看怕没意思，让我们下。面儿，你想我在塘里下可以啊。要换饵料了。可以啊，在这下。我把我的龙虾还有黄鳝下到的黄鳝到那个塘里去，在繁殖呢，在怀孕中。
那水库下过地龙，然后都是搞的那个河虾、清水虾，去年的时候，然后晒干给哥哥寄过去了。河虾，我给你搞餐条，我今天本来想给你搞餐条的，但是这个水好深，涨水了，我下不了餐，下不了丝网，我就没下了。面儿哥，我本来是想搞餐条的，我昨天专门，虽然我昨天没播对吧，白天，但是我专门去买网了，买了50块钱的网，下的，然后今天搞，今天来下丝网，可是，然后给你炸过去，可是水太深了，下不了水，我不会游泳。之前这个水比这要浅多，浅了一米，长满了这水。呀哈，怎么不上根了？兄弟们，咋回事啊？兄弟们，给点，要换料了，太难了。穷的叮当响，料都没有。就这点儿，秋雨。5秒一上，现在是5分钟都不上一个了。你这水平不行啊！我吃个饭，你还有7条。刚刚有哥哥加了3条，加了，懒叔叔，我还6条吧，3条，我还几条啊？刚刚掉了一条没捡对吧？算了。多一条，没捡也是自己没捡。来，叔叔啊，刚30秒条6，嘿。冷叔叔，你想给我加点单？哦吼，是吗，冷叔叔？想给我加点单，都找不到机会是吗？蚯蚓没了，这可咋整？打个电话叫人家给我送点蚯蚓过来。上货了，来叔叔，哇啊，这个鱼大啊啊，这个鱼好大，兄弟们，我杆子，这个鱼好大，这什么鱼啊？我的杆都弯了，要溜一下，这鱼要溜一下，溜一下，哇，这杆要废了，完了，这鱼要溜一下，这鱼要溜一下，这什么鱼啊？我天，这鱼有点大了，我杆都弯了。哇，你看杆杆都弯成这样了，兄弟们，呦，这鱼溜一下，溜一下，溜一下，上大货了！我天，这鱼溜一下，溜一下，溜，我天，这水溜一下，给它溜晕了，溜，完了，杆都弯了，完，杆也断了，杆也断了，啊！完了，这鱼，这杆也断了，杆也断了，杆要断了，这，这，那叔叔你一来我就上大货了。我天哪，这，来叔叔，这条是不是顶3条啊？来叔叔，完了，我的杆儿没了，完了，它不是挂着嘴的，挂着裤子，我要下去摸了，它不是挂着嘴，它是挂着边儿的，它不是挂着嘴的，它是挂着边儿的。翅膀上钩了，还好没做六呀。武昌鱼，兄弟们，我天，有个不得了，你看这是挂着翅膀上钩的，兄弟们，这挂着翅膀上钩的，你们看了还没有勾到嘴巴的嘞，你看这个钩在这儿，
我天，还好不没多溜，要不然就这鱼爪肯定没了。我天，鱼他妈就想有个时候出意外了，遇到沉水牛。我天，哈哈哈哈哈！这鱼有哥想吃的吗？晚上哥哥们，你看这白的发亮啊！我天，可以这个大便。挂鱼吃上了，对，挂鱼吃上了，挂鱼吃上了，哥哥们，大扁鱼条，这个快一斤了，大哥们，真不错呀，兄弟们，清蒸红烧都行，哥哥们，一锅炖都造，兄弟们，怎么吃怎么好吃怎么来，捡一条，这条顶几条啊，冷叔叔，这条不顶个五条，冷叔叔。好鱼，死鱼运气差。你看，我天，放了吧，这个鱼还能长。哥，放的话，哥，这鱼怎么放啊？放不得，不能吃，交给我来处理。这鱼真上有问题。啊、哦，继续干什么？你看我拉一个一斤左右的鱼，多竿就不行了，那两斤就竿基本就废了。好，完美，这个还可以继续用，这点苍蝇钩。哥哥钓了上这么大一个鱼上来，没有哥哥鼓励一下沉水牛的吗？有没有哥哥鼓励一下水牛的？大哥们嘞，给水牛打打气的了。继续钓，还有几条啊？就用这个，看我看这个枪，这个蚯蚓能坚持多久？挂了它翅膀了，这个鱼也是有点憨。鼓励打气打气，换饵啊！你真抠，我没饵了，饵不多，蚯蚓都跑了，刚刚打碎了，蚯蚓都跑了，上货了，我没有了。我有的话我就算了。终于钓了一条大鱼，兄弟们，对吧？终于上了，太难了。晚上的晚餐有了。青阳哥说什么？光线强了，不好钓了。我钓鱼最离谱的，上钩了。我钓鱼最离谱的是，我钓了一个王八上来，兄弟们。钓鱼钓了个王八，小猫子碰死耗子，这全是技术啊！初龙哥，这真的全都是技术啊！天。最后一滴了，你看，他们搞上搞一条鱼吧。最离谱了，你知道吗？钓鱼钓了个什么上来？你知道吗？钓了一个人上来，是真的。就是有一次在那钓鱼钓着，然后突然水面飘上一个人，把我吓死了！我天，吓得我。哇，我缓了一个月才缓过来，我的天哪！钓甲鱼马上火箭，钓甲鱼马上火箭，好，我加油啊！好，真要换饵了。欢迎卡布萨蒂卡，看我的本事了，能不能吃到火箭？钓甲鱼上火箭。别打我电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
生态着不凋零，再试一把吧，再来一看。蓝莲花真的钓过甲鱼的，这要碰运气的，百年难得一遇。沙地龙也下过甲鱼，悠悠啊，鱼加飞机啊，老公，好，你讲鱼加飞机，好，还有哥哥加的吗？甲鱼，甲鱼，甲鱼。我随屠龙哥飞机好。蚯蚓没有了，蚯蚓可以钓甲鱼，我不相信了。可以的，真的可以的，不一定非要猪肝。屠龙哥，姜太公还那个，姜太公还钓鱼，用钩子钓鱼，用直钩钓鱼呢，用钉子钓鱼，还能上鱼嘞。有喝，鱼哥哥，我钓了条大扁鱼。多少量了？二十。蚯蚓真能上甲鱼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运气。等着我他，这竿下去。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哎呦！当当当当，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武昌鱼，它好活跃呀！你看，可以吧？这个可以吧？晚上可以上去吗？晚上活了！啊，甲鱼，我钓到甲鱼了！真是甲，哎呦，真甲鱼了！甲鱼好大一条啊！哇，这么大的甲鱼，怎么这么大的甲鱼？哇，好大的甲鱼，它在爬！甲鱼，甲鱼，甲鱼！哇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哇！哎，好大的甲鱼啊！怎么这么大的甲鱼？大不大？是甲鱼啊！这甲鱼大不大？屠龙哥，这甲鱼怎么样？大不大？我天，这么大个甲鱼，大不大？大吧，这甲鱼，这么大个甲鱼，你喜欢不？屠龙哥满意吧？别跑，跑得太快了，甲鱼。我还以为是狗。太大了，成精了，这叫千年王八万年龟，我这个是成精了。好，后来我去钓鱼我去。一百多斤鱼卡，我这个是老成精老精了，老王八了，老王八了，成精的。这甲鱼大吧？这甲鱼大，一锅炖不下。
换料了，我换个料行吗？一点蚯蚓都没有。都没有蚯蚓。充不了一点儿，鼠标都在飞机上发射了，充不了一点儿，充不了一点儿，那就多充一点儿。欢迎我学长，哥哥，充不了一点儿就对了，那就多充点儿，多充点儿，对吧，兄弟们？谁家也打我电话，怎么这么热闹？喂，你好。通知罕见旅游区，现不排除请求当地部门协助，其最后可能将影响儿女就学、就业、住房等。请注意接收通知罕见，接听自动撤下。胡心静，通知罕见旅游区，现不排除请求当地部门协助，其最后可能将影响儿女就学。谁啊？怎么同时打我两个手机啊？水牛一个人在家寂寞吗？要不要开车陪你？多的不说，少的不落。你先上我一个百元榜呗，是吧？看你有多那个什么。哥，少的多的不说，少的不落。你先上个百元榜，我看看，哥。上了有料了啊，网站上货了啊，秒上，兄弟们。哎，秒上了啊。动了啊。这一把我估计要上个大草鱼了吧。这一把感情不能用钱来衡量，那是太对了，哥。这是我的工作，这不是感情，你可以先支持一下，看你对我的工作有多支持。怎么还不上呀？你没反应呢呀？几点呀？上了，这么一下，吃掉了，哥哥吃掉了，太热了，不要上。我们要来个双标就好了，同时上两个，完美的，兄弟们，来个双杀，对吧，哥们？水牛，你说百元榜，大哥们都不敢说话了。Why? 水牛就说个百元榜，他们不说话了，不存在的，哥哥们，是不是？
大哥们的实力都是千元万元榜，平常才说了一个区区百元榜，根本就不敢说话了，不可能的，不存在的。哥哥说，错过了钓鱼时间，有点我都热死了，真的很热。你像晒了一上午，哎，我真的是晒了一上午，我从九点开播到现在。钓鱼修身养心静心，锻炼自己的耐心，不急不躁，不卑不亢，看似是鱼其实是水，看似是水其实是看自己，看我上货吧，噔噔噔噔噔，给我起来走起，还不动，我天，谢谢我老公的幸福券。杆子，这是便宜的杆，20-30块钱的，我30块钱的杆。老公，你出一个吧，老公，加油，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感谢我老公哦。谢谢老公的幸福券，飘了吗，兄弟们？相信我心，那个哥的心球，给我老公出出出啊！给我老公飘一个吧！给我老公飘一个吧！我都看不下去了，还不飘吗？老公，给你放个歌吧，我打响一下。给你放个歌，打响一下试试。神仙单钓50鱼，谢谢老公的幸福证，老公出出出，有点难钓了，头上上霸王，陈振牛，你笑什么？不许笑我！笑锤子！有什么好笑的？早上霸王好，我马上就钓上来了，等一下。板板，66啊！这斗鱼也是狗的粉，
啥也不出，点了这么多水，飞机都不飘一个。前一条，还有五条，哇，陈水牛还有五条，五条一个小时能钓完吗？一百贵宾，对啊，一百贵宾。线连麻了，办卡任务还是没做完。哦对哦，这谁家鱼塘啊？我家的，面儿。摸光这几下都是咱家的。哇，我靠，脱钩了！这条是个大鱼啊，直接蹬一下，我天！小马，你们看到没有？真是个大鱼，直接蹬一下。小鱼不会这样的。真的是蹬了一下，你们看到没有啊？直接哐啷一下，蹬跑了。是我办卡都没凑齐，兄弟们，去十几张办卡，一人来一张呗，哥哥们。牛牛问了是吧？那这晒了一上午，我天，真的是对着太阳晒了一上午，哥哥们。还有有个任务要20-20张办卡，还缺个十几张，一个个个来一张呗。飞机直接跳水接不接？接，一个飞机跳一次，五个飞机起贴，五个飞机起跳，哥，你要五个飞机，我立马跳。我搞条干，你是不是贼爽？是，哥，一个飞机跳，然后五个飞机起跳。你好，喂，老管。哦，好。我烤肉的烤串子。哦，你帮我放进冰箱，放进冰箱放上。我放的是一个保温袋，你好好吃。哦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哦。啊？好，嗯，谢谢呢。嗯，快拿出的。啊，放韭菜子啊，好。哥表，敢鱼这里有敢鱼吗？这么大，敢鱼那么大，敢鱼。面儿，你们他们，放炮了。有人上山了，兄弟们！哎呀，我这个手机都会过热了，都冷却了，这个手机。嗯，手机都晒炸了，兄弟们，直接动不了了。我天，我这个手机都显示无过热，无法打开酷狗音乐。天哪！手机要炸了！加油啊，春妮儿，哥嘞，春妮儿，加油加油，春心 ，Let's go！ 这票有点高了。
好难钓呀，居然都不上货了。鱼啊，你上一下鳃。好，来了。好，上货了。我天，这条真大，真不错，兄弟们。看，上了，哥哥们。这是勾到嘴了还是勾到哪儿了？勾到侧边了。老公加油！谢谢我老公的赐福券，感谢我老公的春游卡丁车大七，谢谢老公。哥们，这鱼真漂亮，真不错，贼好看。欢迎546，谢谢老公。老公加鱼吗？老公，老公啊，这飞机都不漂一个。这是勾到侧面了，没有勾到嘴，勾到嘴没有？我看，勾到嘴了。我天，你吃的这么深！谢谢，我是你老公112哥哥，主播血亏，主播血亏，有点货，主播血亏啊，主播血亏，主播给你加，给你加两条鱼，好吧，老公，给你加两条，主播血亏，主播，大哥太难了，给你加两条鱼。等会儿为你钓两条，哥，等着，等我一下。这个，谢老公的幸福券，感谢老公。面哥，这个鱼很好吃的，面哥喜欢吃吧？鱼真的可以，野生的吧？他这里也不养这个鱼，他这个鱼他都，是什么吃什么鱼来着？它怎么取出来呀、啊？太深了，这钩子只能我的手来了，估计还做不出来。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都不出，换我人心哥。这鱼回家就要杀了，要不然坏了。空了，看威亚，还真没空看，真不好意思，手太脏了。有空一定看，我知道。哥，我把鱼钓完再说。这大哥的鱼都没看，看我水我都没喝一口。来，这鱼钓完，真的。你看饭都没吃，这个可怎么办？卡了喉咙里。我亲爱哥哥，亲爱哥哥好。因为这个有点血腥，所以就不拍了，哥，不拉给你拍，因为太深了，这个真的扎的太深了，吃的太深了。可能有点那个事，哎呦，好了，取出来了。我要把鱼钓好了。老公，你在不在？老公，完了，钩子直接搞断了，我说呢。钩子直接断了，快晕死了！这个咋整？这有点太难了吧？太难了！钩子搞断了。我是哪个考？不用加。好，谢谢老公，老公大气，老公谢谢谢谢。谢谢，大气大气了，破费了啊！感谢，就是斗鱼太狗了，又不出，算了吧，这鱼又钩掉算了，算了，这个又钩掉算了，这个又钩吧，看能不能找到新的，好了，没有新的。
咱不得一点吃呢吗？他俩没吃呢。这可要了水牛的命儿啊，都没有蚯蚓，就能挖点蚯蚓出来吗？我还挺肥的。啊，这也挖不出来蚯蚓。特女，特女，哥哥没蚯蚓了，还有饵料掉了，怎么有饵料掉了？没蚯蚓了，你去搞点水啊。没蚯蚓了，我搞点饵料吧，算了。前一天，我操，你就不能找个大点的盆或饭盒，这样发酵效果不好啊。我搞一点点问题不大，还是四条。谁知道会用饵料呀，这蚯蚓全跑了。没事。让酷狗。他终于把钓鱼钓了，太难了，也就一个钩，那个也没了。神仙能钓五十鱼，我还剩四条。有没有臭虫啊？能有臭虫吗？没累哦，好吧。有饵料掉要本事了，入水即化，是吧？来了，就一根，就一个饵钓。上货，居然没上，不应该呀，居然放空军了。水牛，你会游泳吗？不会，我不会游泳。我要会游泳，早就下去了。我会游泳，我今天就下丝网了。我会游泳，我游泳顾虑很多嘛。这水很深的，这水。另外，之前这个水浅了两米一米的时候，我在下面钓，就是搞过丝网的。你看这个水嘛，它涨了，都涨起来，都快整个面都快浮起来了，有点贫血了。
牛姐，我已经挂好鱼，可以起竿了，好。上钩了，上货了，兄弟们，哇哇哇，放大，上货了，哇，这什么鱼啊？扁鱼，扁鱼一条，哥哥们，我的天，可你妈妈屁哦，真的上货了，可你妈妈屁，妈妈屁，可你妈妈屁哦，大扁鱼，上了，可你妈妈屁来了，可你妈妈屁上货了。上货了，上货了，上货了，上上货了！我去，这么好钓啊！看小鱼吗？全都是技术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，全都是技术！噔噔噔，大武昌，武昌板板，专业桂鱼，专业挂鱼，师从鱼皇。三条了，就剩三条了，我的天，这也太快了吧！技术，兄弟们，这子线专业，看一下我的饵料，我天，这不是钓鱼，这是技。美女钓鱼能一样吗？美女钓鱼能一样吗，兄弟们？你不看谁钓大美女，十八岁的大美女在这钓呢。兄弟们可以出发，但是三天三夜绝对爆死。怎么可能？以后天天不钓鱼，观看人越来越多，那就不了。你天天钓就不，天天钓的话，就没人看了。偶尔搞一下还行，是不是？你要跳了吗，家刀？掉了吗？有板桶呢。没可能有板桶，我有锅厉害。鱼塘钓鱼没得灵魂，哎，看你妈妈逼，高手都是野钓的。那改天你来我这儿，我们俩一起野钓试试。你还钓吗？看你妈妈逼。哇，我今天，人家是黑成一个碳球了。还有人爱我吗？就是比男人还黑那种。不去，这名字不是天天爱骂，磕你妈妈皮啊！嗯呐，漫步哥好，漫步哥，漫步哥，漫步哥好，和漫步哥哥。上货，哎，拉掉了，兄弟们，真的上货了，好，拉掉了，没拉掉。他这名字太有特色了，跟你妈妈皮跑了一条吧，挂鱼也不专业的。我要饵料钓，可能很可能就钓了大鱼了，真的是真的。哥们，拉的时候快点，用点力啊！好的。
对，上钓青鱼，钓草鱼啊！钓草鱼来的话，有飞机，有火箭啊！看见的草鱼，不是梦。枪哥哥好。饵料一下子就换上了，没拉下来的，一点也挤不出来。现在主打白嫖，你看我都不喊你，看到没有？我很自觉的，说实话。哥哥们有能力，对吧？裤腰带松的时候就支持这下水牛，紧的时候把自己日子过好。水牛好的时候嘛。那个好好抱抱哥哥们，他怎么就直接复漂了？咋回事？太对了，牛姐，别叫我姐行吗？我十八，我十八，不要叫我叫姐，受不了，不敢当。怎么报答付出？必须付出啊！虎鱼哥，我现在也是在付出啊！我晒了一上午的太阳，到现在这也是付出啊！每个人的付出不一样，我这个是汗水如泪水的付出，对吧？你看我脸晒得通红的，这一晒可能那个什么，女孩子最怕的就是晒太阳，怕什么？你看我在这都晒了一上午，这也是付出啊！这难道不是付出吗？付出的不一样，我这付出，牛牛又是干老本行，对吧？大家兄弟们，对，我钓鱼了，苏哥，苏哥好，苏哥。上货，哟呵，这个虫儿都瞄下去了，怎么捞上来就没了呢？钓到几条了？钓了十条吧，十来条，二十条不到。哥哥，兄弟们，就是他吃了，为什么我拉不上来啊？欢迎我面儿，就是他吃了。钓鱼在某音是流浪密码，在某音上，女孩子像我这样能吃苦的，都是流浪密码，哥。你只能蚯蚓钓钓，买！我刚刚用饵料钓了一个大鳊鱼上来了，土狼哥又钓了一个，刚刚。钓了一个扁鱼上来了，零二零你来了，我要骂人了，零二零，那你去试试啊，零二零，鱼钩就不对，不止，零二零，好久不见你们，我的口头禅来了啊，想不想听呢？好漂亮，餐条一个，白条，哇，这个漂亮面，你的最爱面嘞，哥哥，噔噔噔噔，面儿，带我陈水牛有一天，为你，弄上这个成千上万的餐条，然后让你尝上尝尽人间美味，啊，面儿等着我啊，面儿。
面别动，面别动，面乖。他说你放什么屁呢？这个还好，这个好，这个餐条，你看，白天餐条啊。林二林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常来了噻。剩余两条了，哥哥们，就剩两条喽。来不了一点忙，那不忙的时候多来看看我吧，吹下牛逼什么的。我还是昔日的我，对吧？用苍蝇钓白条，一钩一个。苍蝇呢？怎么穿啊那？那个？下次出来带个锅，饿了起火煎鱼，直接就是水下锅，我拉上来。可以啊，做饭吗？两个人好弄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总缺了点什么，就是你一个人什么都要自己弄，两个人是大把手。你一言我一句，哥哥们听的都不一样。我要把我同学喊过来。今晚去试试把同学喊过来。好啦，我就剩两条了。好，上货，好，餐条一个，来了，上货了，来了，哥哥来了，还有一条，最后一条了，兄弟们，钓完收工，有哥哥加单的吗？因为第三条，要巴掌大的才算。你上次说钓鱼漂了一个人，肯定死的呀，就是你在钓鱼钓着，然后突然拼命的起了一个人，吓死了，突然就飘起来了。往事不堪回首，不说了，再说点开心的吧。年神大呀，吓得魂都算了，魂飞。我操！吓不吓死我了？最后一条了，兄弟们。这咋没条漂？这漂标准的很，你们没看到漂吗，兄弟们？这漂，我天，留了一二三四尺，四节儿，这漂换信用哥哥，上货了，完美，又挑了一条，这么好钓吗？这餐条面啊，我觉得我可以给你搞一摊了，我天，我挑完了鱼，我钓完了，零条，钓完了，好啦。零条完美吧，当当当，我钓完了，还有哥哥想当的吗？我饿死了，我吃个饭。
还有各个小灯啊，这哪里是傻子啊？好心。之前哥哥的哥哥，之前是哥哥的哥哥的，那个问教育不戴头盔吗？哥哥，这个签是讲过的。要不然签太重了，掐住了这签。刚好大两个面包，饿肿了。上次买的大馒头放冰箱，怎么没看到呢？馒头老没看到。这都是技术，技术啊，哥哥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钓这么多鱼呢，真的是技术呢。看下降速度，这个漂就没漂，漂了的，哥。专业调配药的，你说调没调啊？专业的话不调都行，我跟你说。什么叫专业？这就是专业的。空钩调三目，对啊，我三目啊，我就留了三目啊。再钓一下，我看。我要走了，我要晒死了，真的。我等会儿就不钓了，没哥下单，我等会儿就走了，兄弟们，真的好晒。晒了一上，晒了五个小时了。9点、10点、11、12、1点，对。我晒了五个小时，没人下单，我等会儿再钓会儿就走了。我看我还能钓上餐条吧？餐条钓了几条？面儿如果钓了10条，给你炸过去寄过来，好吧？先吃个10条啊！先得跳下打个窝子，先得跳下去打个窝子。他一下子就吃了，吃了吗？我也把那拉了，没看。一下去就没了，兄弟们，咋回事啊？是被鱼吃了吗？没拉上来对吧？
再钓五竿啊，没有我就回家了。大哥们，回家吃饭。操鱼咋还不上啊？谢谢我摸摸桥，半天就被餐厅进屋。摸摸桥哥哥，谢摸摸桥在这时间就粉星光棒，感谢我摸摸桥，摸摸桥摸摸桥，谢谢我摸摸桥的两连击、三连击、潘多拉魔盒，感谢我摸摸桥大气，给我摸摸桥哥哥出吧。哦，蝴蝶来了，谢我摸摸桥哥十连击。十四、十五，我天，这都不一个巧克力都不出啊，这太黑了吧！摸摸强哥哥这，我天，这个单点的这么黑，连个巧克力都不出，出出出啊！水晶鞋，27、28、30手了，我天，别点了，摸摸强哥哥，30手给10块钱一手，30手。小画家30，都有了，都要，真的太黑了。谢谢我摸摸强，哦吼，哎呦，你试试别的嘛，摸摸强哥，是10块钱一手的，或者小画家，信不证也行啊。谢谢破费了，感谢我摸摸强哥哥，好哥哥。摸强哥，你单是出个水晶鞋啥，水晶鞋有水牛都被你钓。钓几条鱼，感谢摸摸钱。上货了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好，这个像个那个什么东西啊？那个鲫鱼，兄弟们，欢迎艾总，哥哥，大阪鸡。哒哒哒哒哒，小鲫鱼，晚上鱼汤有了，钓了鱼了哈，对呀、啊，在钓鱼呢，再钓两下就不钓了，回家了。吃不完，吃不完，一锅也炖不下。这么大的鲫鱼好吃的呀，对吧？好吃。孟甲给我钓了个大板鱼。啊哟！人家是前凸后翘，牛牛是前无后无的。人家前凸后翘就钓。钓10分钟、20分钟意思一下，我在这钓一钓，做三五个小时，能比吗？要是我在这钓10分钟，效果杠杠的，我万一前凸后翘，跳给前凸给你们看，后翘给你们看，保证你们看的个个流了哈子。哥，是不是那样吗？再钓一竿不钓了，有个下单的吗？没个下单我就走了啊，最后一竿，兄弟们，看天意。好，走路没上来，还留了一点，坐不住，你坐不住吗？
你坐不住吗？那么长时间，我刚刚都站着了，我站着累了，所以我才坐着。你呀，我坐不住，我在这儿5个小时了，我从9点开播过来，到现在2点半了，还坐不住，整整塞了5个小时，这还坐不住啊？那咋样才叫坐的？上货，哎呀，怎么跑了呀？浪漫了，我不服。钓鱼人都是半天情，我不服。我不服，我明明吃了呢，为什么没拉起来？一个大草鱼没了，一个大火箭子没了，三斤的草鱼没了。真不能钓。可以撤了，回去弄点吃的。啊，我马上，我钓了一条就走了，真走了。上货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真上货了，真走了。呀，这是什么鱼啊？我靠！这是什么鱼啊？这么活跃？这是什么鱼啊？我天，真的钓了个草鱼啊！哥，这是青鱼还是草鱼啊？大哥们，这是什么鱼啊？黑不溜秋的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，我天哪！草鱼、黑鱼、青鱼、鲤鱼，这不是这杂交的，这不是鲤鱼啊？怎么可能是鲤鱼嘞？这鲤鱼啊，这草鱼吧，小杂鱼啊，这鱼好漂亮啊，黑也不黑。面儿，草鱼吧，像是草鱼。洗头夹鱼，肯定是鲤鱼，肯定不是鲤鱼，肯定不是鲤鱼。青鱼夹鱼，美人鱼，美人鱼嘞。我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青鱼鱼苗啊，走了走了，放了放了，这个就放了。那么我收工了，走了。你疼不疼？我受不了。这是一条黑色的鲤鱼。哥，摸摸甲哥，要给那要养起来吗？这条黑鱼。我放了，嘿嘿。放生了，兄弟，走吧。这里还有好多鱼呢。你看今天的鱼，哦，哎呦，你看呀，小哥们，这个鳊鱼死了吗？没死，这个给它放了，这个太小了，给它放了，对。这个就不放了，这个等回家拿回吃了，这个。然后这个黄老丁真的死了吗？都不翘了，我回家杀着吃了算了，红烧吧。嗯，也钓了这么多，哇，这条怀孕了好大的，都跨3条，你杀了吧。这好多小鲫鱼都死了，鲫鱼也死了，没办法，兄弟们，这天太热了。知道的大佬说吧，就是说这太热了，这鱼就死了，兄弟们，放在水里面好一点，太热了。吃水都很烫的，飞滚的，放了也活不了。那扁鱼应该能活吧，差不多了。这些是活不了，这回杀了吧，这回可以了吧，兄弟们，钓了这么多，对吧？可以吧，这鱼放了也要死。嗯，回家杀了，走。
那么爱他，怎么不把他留下？鱼哥哥，我最后又钓了一条草鱼上来了，比之前要大一点，就刚刚最后一杆。鱼哥哥，这算不算呀？鱼哥哥，鱼哥哥，我没看见。他们都看见了，兄弟们，我是不是刚刚钓了一条？我给它放生了，我喂泥儿放生。放生的话，胜造七级浮屠，能保佑你一生平平安安，发大财，能让你大富大贵，吃喝穿不愁，佛住平房住高楼，天天潇洒，夜夜温柔。买卖如同平交流，没看见刚刚钓的最后一条，我说收竿明明就钓了，那个鱼多漂亮啊，还说没看见，竹林都没有看见啊。有，刚才真的有钓到鱼，就是最后一条，还是草鱼呢，这么长，给它放了，对吧，哥哥们？一斤多，那是小青鱼，不是草鱼啊！钓到一条美人鱼，钓到美人鱼，是我吗？我走了，太惨了。我最后的使命都完成了，我又钓了一条草鱼，那个草不草的，青不青的，黑不黑的，反正那个鱼精品鱼哥，真的，你问他们，真的是精品。你那口水都往兜儿进去，能接得出吗？啥？你说啥子？没听懂。哥哥们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大哥们没点点关注点点关注，没考牌子考个牌牌，兄弟们，大哥们，玉米我盖子不大，还没用。没跟败家呀，他们脏死了。把这肉都给你们算了。走吧，罗浪。等我一下。
不就洗了脸了、啊、后来遇见他，春秋冬夏，看你下次敢不敢忘了带水。人正常七天七夜不吃不喝，才会慢慢的消耗殆尽。我才一上午没喝水，问题不大，一时半会儿洗不了啊。小风扇，我有啊。那叔叔不是买了我两个？熟悉的鹅叫啊，麦克风电话一个，那个，我一个好，烦死了。等会杀掉呢，不杀了没用。嗯，钓不上鲫鱼啊？有啊，这么多鲫鱼，这不是这鲫鱼，王爆丢点鱼，王爆丁，餐条，啥都有，还甲鱼，还个大甲鱼呢。还好这是上午手机没过热，这是最棒的。因为今天很热，然后在太阳底下那个水一直晒着，然后那水都晒热了，鱼肯定会死了，又没养。晒烫了，你看我直接喝掉一层皮，这不是是真的。我养了冬天，我养了这么，今天一天就全部给我晒麻了。举个手啊！
要你找我吗？没鱼护吗？没有啊，钓鱼的了。没有，我又不是专业钓鱼的，我就钓着好玩儿。不像你们男生钓鱼，专业钓。一颗下来，我不吃了，我昨天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不想做了。三元一颗，这个我是想笑。完了，我音响没带回来呀。音响落在那儿了。音响掉了。好热，我可以脱个衣服吗？刚才那儿外面没好意思脱，因为你太晒了。音响没带回来，兄弟，我要去拿音响。谁给你送的呀？丐帮丐阳县，是丐阳县吗？什么事啊？
啊，阳性啊，绵阳县啊，哦，绵阳县啊，哦，你钙王县多好呀，钙阳性。鱼师傅，拿点去给你弟呀、啊，我把这个鱼给我弟呀、啊，都死了。北京方便面，给东西人家给活的，拿个死鱼去给我爹，问你不拉能抢救，等我再开个车送过去，鱼都臭了，今天很热的，温度很高呢，快30度了。你说给我那个养猪的叔叔还可以，这个没关系，我刚钓上来的，放爹那儿不行，太远了。3点了，不吃了，耳朵哥。你以为我是开了美白看不出来？我今天晒掉黑一坨皮，5个小时什么概念啊？晒的，直接黑了一个度，我天！男人看到我都怕。我把鱼送给那个叔叔，黑是有黑性格啊，跟你没关系，喜欢你的人不会在乎你黑与白，对吧？爱你的人更不会在乎。那个，等会儿给养猪的那个叔叔吧，你们给他可以啊。没上班很，我就不嫌弃。你们小时候都喜欢这样吃方便面是吧，耳朵哥？我想吃小当家，好好吃，小当家。搞点饭吃好一点了，没事，我晚上再吃，晚上做大餐吃，问题不大。这个反差菜刚才3元1颗，现在3元1包。等一会儿别冰雪糖，好的，应该没事。看到色度没有啊？这里都是黑的，这儿还有点白。红辣椒是在菜头皮啊，啊。吃北京方便面吗？还是多少个？哟，小蛋蛋感谢，冷叔叔啊，太热了，冷叔叔，鱼钓完了，不吃，小叔吃吐了。冷叔叔啊。
上身小热裤也穿起来，去舞蹈区混混啊！不行，没身材。带我回家啦！钓完了，然后后面又钓了几下，最后钓了一条草鱼上来就收工了。我后面钓了一条草鱼了。30了，我30个小时，三这么久，各位不给我卡个牌子什么的，我只能回家了。但凡有个哥哥送一张卡，我妈拉屁股都不回家了，在那钓。你睡着了？谢谢我孤星哥哥的2年级小画家。嗯。舞蹈区要被打死啊！舞蹈区是不是尺度不能大了？现在没有天天买，但想想这几天好点啊，好吧。知道了，对自己好点。那怎么样才是对自己好呢？问叔叔，是你喜欢什么，然后想要什么，或者说，想买什么，然后就去买，不要亏待自己，对吗？像芝麻哥哥好，钓鱼哥哥好。有鱼，晚上我要把这个鱼送给那个叔叔，养猪的叔叔，给他。我用刚刚钓的。杀只鸡，炖个鹅，烤个乳猪啊！你要去钓鱼好吗？我有鱼，晚上有鱼不吃，你吃不了那么多。这还有个大饼鱼给叔叔红烧。你送给他费酒啊，红烧扁鱼，一个大扁鱼。你给我再送点酒好吧。等会带瓶酒，红烧鱼，这是要三次给点赞，酒一起上，嗯呐，好嘞。圈儿哥点赞了，没噎死你啊！你要想一下，我在太阳今天上午没喝什么水啊，就那个水喝了两口，我忍着的一直。喝的少就是。我今天晚上就穿吊带了，刚刚热脱了，你看我壮不壮？
啊。等一下啊！好看，很健康。你看，我这胳膊一露，本来80个贵宾一下掉到71了，走了9万人，我的妈呀！哥哥，你别疯狂点赞。哥哥点个关注，考个牌子呀。哥，就找老公有点难度，一般人打不过。我要找到老公，一定疼之入骨，拥之入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捧在手上怕掉了，我天！什么打不打的？嘿！比如。他摔了一跤，他没哭，我哭了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疼不疼？看着前任遭遇，就知道那是小说。前任咋了？前任说不出来我不好，说明我就很好，懂吗？看不到的那个清风，有个好听哦。被你脚踹飞了。如果我过得很好，那叫一脚踹飞了。我并没有过得很好，所以那不叫踹。这叫选择，做了一个对的选择。平时打波波了，关我屁事啊！都不动了就不播了吗？人家忙得很，日入过万，开玩笑。想做就做，想翘二郎腿就翘二郎腿，想抽根烟就抽根烟，是不是？不是梦啊，怎么了？我还准备帮你骂他，没机会呀、啊。可以留言呐、啊，有个精彩的节目叫留言，请留言，有事请留言，你可以去留言。3块一颗，我的天、啊！姐姐，要死啊！姐姐，404，要死啊！姐姐，蛮喜欢荡产看看，走，我带你去。我带你去，哈哈，姐姐，姐姐问你一个，啊，有何？姐姐不喜欢背后留言，
走啊，带你去啊。这到底是樱桃还是车厘子啊？这个晚上钓鱼刚回来了，老面儿啊，面啥面三金哥点个牌子呗，别点赞了，快把牛牛牌子开一下。哥哥不吃了，走，音响掉了，去找一下，把鱼送给叔叔啊，现在有点臭了。你在广西，你帮我去找一个人吧，找一下我重生哥哥，看我重生哥在哪里。几个月没看到他了，用他微信。刚看到钓几条鱼了？对啊，你看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么多，一条大板鲫死了，这个好得很，这个两个、三个，通黄透亮的，四个、五个。六个，那鲫鱼好新啊，多棒！我去送给，全是死鱼，不钓了。我都晒了一上午了，在那儿晒了五个小时了，人都麻了，饭也没吃。我不留了，不是有鲈鱼吗？有鲈鱼就够了呀，把那大扁鱼坑送给人家。
要送你就送好一点嘛，要么就不送。挂了字幕还在呀、啊？哎呀，文学长，去掉。黄大丁不留下煮个汤啊？你在哪儿啊？被困了？赖叔叔啊？没事，我炖汤，我下次还有，都送给人家，是吧？给叔叔吧。叔叔老是帮我。这鱼是个好东西，野生的，不对，这个是野生的，这种鱼都不会下苗养的，都是纯野生的。吃老碗粉，下雨下大了，我要是你，我就冲出去淋下雨，不爽吗？哥，我上班穿这件好，去吧，这样吧。我打的如何啊？你这样吧，给你气的。我打的如何？你扫了他一门屌的，我闪死了一门。如何？我屌了。哎呀，你老搞过去了。你搞了气了。我屌。我一门屌的。我一门屌的，我汤的屌的。三十了，三公里你是要我死？叔叔不吃，还给躲别人乱，把别人躲起来。王八丁那儿啊，有别人乱呀。等他回来呀，就好好办好。拖起来，我一个人在屋里，我折不了饭。不要不要不要。我一门蒸，我一门吊，我上这吊的，让。你在老村吊的。烫的。王八丁汤。哦喂，你看这么着？就这个烫的。大。这是包看那个烫的。我把我搞的很烫了，对，还有一个烫着，嗯，也好，忘不掉哦，好的很，这个要炖汤去要的很，好新鲜呐。你套套破儿拉啥？哎，要的套成儿拉，第二成儿再去。套串儿拉。嘿嘿嘿。那。你呢？我说放屋哦。放着，我啥了去呀？你等着，等他呀。放着，第十个不够了。嗯，少的啦，我一门钓回来，你就傻死了。我把你那盆盆猪味儿。哦，傻的傻死到这儿。傻死了，好的是好的，上着钓就能钓。你光这么的事就傻死钓。钓鱼好啊。哈哈哈。钓鱼味儿，钓了好吧？你这钓肉搞不？我说不。你钓着，肯定好吃那儿的好杂肉噻。我老是躲到走了，我发现我们前头还有给地上翻了，还没带你这边没得味儿弄的。你妈妈没事，出门刚死不久的，没关系。如果鱼时间长了，你死了好久了，一看就看出来了。他说我拍卖回来，那我给他媳妇儿躲着。哎你。这老汤真的。说我不吃，我一个人吃不动。这老汤的味儿真的。一个人吃不动。还有五分钟，你再问他去聊，也就说没味儿。这气有点儿难，这差点生气，我得去他两趟子不行。我还说你前儿说今中间买两道金屋，他说接新农单刀办事，我前回我这头就问他去，不去，这玩意儿我去几天我。好。你说皮上粉儿了。我还没了气了，上他气。爷老头。你说你皮上。死鱼没法放血，希望鱼还要死鱼，鱼还要放血吗？哥，我第一次听说鱼放血的，这死鸡死鸭放不了血，我还信。那、哎、鱼放血的，你小时候都是吃死鱼长大的，你看我长得又好看又白又嫩。那确实，是吧？我在你最远的地方。
手舞足打着爱着你呀，又白又嫩的学长，你看我多白多嫩多好看，像个花一样。干嘛去？把鱼送给人家，帮你取个快递吧。在前面村儿取个快递。我把鱼给那个叔叔吃了，我不要啊。当主播真好，大垃圾机。你不是也是主播吗？孩子掉掉了，但你再回锅的话，可以 C 主播还不花钱，什么意思啊？当主播真好，可以 C 主播还不花钱。啊？又有什么新闻吗？又有什么新闻吗？说说我听听，有什么故事吗？有。他妈逼，在你看微你逛啊。现在画着那些大哥画了多少 C 都，主播就清清清 C。啊 ？C 的是女生吗？还是主播啊？主播 C 主播吗？搞起来，杰哥，我也要做百姓主播啊！哈哈哈，可以呀、啊。打几场比赛就上去了，打几场比赛就上去了。我的自由，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。
燕儿。你拿了吗？我拿了。你不是打电话？你打电话呗。老多了。生气一个的，还没看到人好像死的。我说，没事。那一头发还有人。这边死了干活，死了干活死。鱼呢？鱼在这儿啊。鱼送人了，我钓的鱼都送人了。啊？嗯。听不明白，我钓的鱼都送人了。没要，给叔叔了。进货堆的，一、二、三。漏过了，这一袋两袋啊，七、这一锅呢，两锅呢。像老个是老个呢，老了。谢谢我兔子哥哥，感谢兔子哥哥。你看底吧。木子呢？房子怎么好了？木子呢？房子。房子我咋的了？我没动弹。木子那就两好子弹，怎么只对？还能有奖吗？我看。那还有好子弹呀？当时他那个是银行的，挺老的。今年是几号？几号？今年今年多少号，兄弟们？我也不知道今天多少号。这你看是第一关上，对。这是粉的，得这几号人？嗯，包子咱过得不不好，好吧，我的天，这看谁过得好，太累。Thank you.
看到吗？一个，那啥，看得到。放吃水牛啊。啊。妹子，吃一脸，看着的。吃水牛。不许笑我！你笑什么？还在播，下播睡觉。哦，等一下吧。来啊、不是面儿好了，面儿好，面儿到这儿了。嗯，不老板你吃啊？不是，谁在呀？有没有哥哥说话的？哥哥，在了。是的，我下来，晚上见。进来，哥哥，在的，学长的。我说我下了，晚上见。下吧，睡觉吗？啊，睡觉，不知道。整整弄弄呀，洗洗衣服呀，要不然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。好啊，好呀。嗯，班呢？拜拜，学长，拜拜。我看呀。陈水牛艾总，风平哥学长，感谢儿。哦呦，常见感谢。哦呦，还要秀秀。要不然我一天有节目我就长一点，没关系，没什么好节目。他妈一天一个人播14-15个小时，天天播也吃不消。然后你下播也不一定那么早睡了。拜拜。拜。有好的节目就全天播啦，明白啦。